Hello，大家好。就比如说，如果你问我，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姻缘，我会说，这姻缘天注定的啦。但这种天注定不是说，用什么来注定，而是你的所有的想法堆积起来，它就会注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就是你有因就有果嘛，这些因果是定律。那么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姻缘，那你本身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好的想法，就是你为什么结婚。所以你从一个结婚上，从一个纯净纯善去出发，就是那你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教育好下一代，让他呢能够带就是能够给人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就是他可以很平凡，但是他给周围的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能够在促进一方和平上面做非常非常多的无形或有形的贡献，这是非常好的出发点。你有这样的出发点的话呢，婚姻不会差。加油。